Hello，大家好。我给大家示范几种简单一点的这个叫竖的穿插。像这种竖，我们就是经常画的，然后这样笔横过来，这样托笔就可以了。这种竖比较简单。然后这底下我们可以画个小的，但是一颗是一颗跟一颗分开，你就是不能就是把两颗就是连在一起啊，这样托笔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中间我们就可以画一个叫。圆的，这样的也可以啊，把它给区分一下，先和一半，再和一半，这样的话就好弄一点，好掌握。你看，就区分开来了。然后，我们这边就是这样，就是有聚有散。这种树的话，就是像四王他们获得山水，经常用这种点意法。上面就是稍微少一点，下边就多一点。然后就这样就点就。可以了，这个画法比较简单，但学起来也快。这个就是也是一个。像这种竖的或圆的或也简单，就是直接这样或圆，就是跟其他的竖稍微有点区别。比如像这种多了的话，我们中间突然插一个这样的竖就很明显。好，这个数我们就示范到这里。谢谢大家。